回家吧。我娘以前总是在这里陪我，现在我要在这里多陪她一会儿。差不多行了。一定是慕容秋雨干的，李默哥哥，一定是慕容秋雨杀了我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，我们一起报复他好吗？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他走的时候你娘还活着，狱卒都看见了，一定是他威胁我娘，我娘才死的。李默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一起报复他好吗？你哪来的信心跟我说一定？你跟你娘的名声混成了这样，我都自身难保，还保你？你着了慕容秋雨的道了是不是？你厌弃我了是吗？你说是就是吧。李简现在风头正盛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没空管你。慕容秋雨，我一定杀了你。秋雨，李默哥哥，你怎么突然约我？若非事态紧急，我也不想冒险约见你。李简不知为何突然在父皇面前表现自己，父皇本就心系于你，你们现在又是一家，这样下去父皇可能立李简为太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过几日就是皇家的围猎，我会布下天罗地网对付李简，但是他的武功深不可测，纠缠太久我怕他会逃脱。这是软金伞，你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，务必要在围猎时算准时机，只要让他喝下，到时候他就只能束手就擒。可是你想一想我们的将来，只要李简一死，父王肯定传位于我，到时候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了。李默哥哥，我会尽力，但你也知道李简那个人，虽然表面上相信我，实则处处提防，我不能保证一击即中。我相信你秋雨，这一次只能成功，你我都是。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进退都是一体，将来也会一直在一起。那围猎之时你打算如何做？我正要与你商讨此事，你听我说。这是软金伞，林默让我在围猎之前给你服下。李简，有件事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未卜先知，其实都是上辈子我所经历过的事，如今是我重生的第二世。我知道这很难以置信。我相信。你真的相信？自从本王得知你能未卜先知，我就已经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相信的是你。
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在外面待到半夜呢。看看你现在，哪还有半点王妃的样子？ 林墨，我手下的人告诉我，你又去找慕容秋雨了。你跟踪我？是又如何？你还对慕容秋雨有意向是不是？现在我才是你的妻子。慕容馨儿，你胡搅蛮缠，不可理喻。你以为你跟慕容秋雨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知道吗？ 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你和亲弟弟的妻子勾结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做人！<咳>